一个故事，一部童话，欢迎来到童话故事会。上集我们说到，作为主角的路易在落幕后晕倒在了舞台上，那么这一幕究竟有没有被观众发现呢？今天小编就继续带大家来看一看吧。当路易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医院里，而话剧室里所有的动物们都围在他的身边。路易第一时间问问大家演出到底有没有完美结束，当然结果是肯定的，他勇敢地坚持到了最后一刻，演出十分完美。可遗憾的是，他的腿严重骨折，第二天的演出肯定是不能上场了。无奈之下，路易让老虎比尔代替自己作为主角登场，可这样一来，比尔的角色又空了下来。最终路易决定让雷格西去代替比尔登场。雷格西虽然十分的紧张，可是也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命令，毕竟这是话剧社全部人员的心血。晚上比尔和雷格西的彩排也十分成功，同为食肉动物的他们几乎用不上演戏，光是打斗就足够精彩。雷格西在绵羊艾鲁斯的劝说下，也明白了路易的用骨良心，他决定帮助路易完成心愿。可第二天将要登场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，老虎比尔为了让自己更加雄壮有力，竟然拿出了一瓶兔子血。当雷格西闻到兔子血的味道时，脑海里瞬间就浮现出了小春的身影。那一瞬间，他觉得自己心爱的小春仿佛是被伤害了，利用兔子血当兴奋剂简直是罪该万死。所以当比尔上场以后，雷格西搞砸了演出，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，挥动着拳头和比尔打了起来。而比尔也绝对不是吃素的，他甚至用自己的爪子抓伤了雷格西。就在台下的观众们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时候，路易赶来了，他的应变能力十分高强，轻而易举的就扳回了一局，最终演出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。故事最后，小编想说，无论大家是怎样看待这一出戏剧的，在小编看来，这绝对是一出好戏。有雷格西这样用心的演员和路易这样充满智慧的导演，何愁排不出完美的话剧呢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，喜欢童话故事的朋友留言评论转发哦。